还记得家有儿女中早熟萝莉小雪吗？扮演者杨紫现在摇身变为了20岁大姑娘，前阵晒出泳装照宣告成长，脱胎换骨的除了清纯模样，还有豪迈大方的消费观。因为琼瑶大戏花非花收视大吉，半月内小妮子连轴请父母及亲友团玩转马尔代夫、韩国，自次包圆机票、住宿、玩乐所有费用。据传马代海岛豪掷6位数购买一辆德国跑车，而最近与姐妹淘的首尔购物游也是杨紫熊包吃喝玩乐，如此豪奢，杨紫立即引来爆料。国内某论坛就踢爆她在北电学习期间，常有男子豪车接送，疑似有富商男友护航。当网友一片哗然，不忍接受国民萝莉桃花加身时，该帖还特别专业地分析出，杨紫11岁拍《家有儿女》，那时片酬才几千元一集，现在逐渐涨至35万一集，加上最近被琼瑶钦点出演《花非花》，人选很多，为什么要跳从没演过偶像剧的他呢？将矛头直指男友效应。